天文台預料瑞夕同元旦嘅天氣嚴寒，非常乾燥，提醒市民要注意保暖。星期三嘅氣温咧係顯著會下降到最低嘅大約11度左右嘅。咁而星期四、星期五市區嘅氣温咧係會進一步下降到7至8度左右。而新界同高地咧係會再低幾度嘅，提醒市民咧要留意咧天氣係顯著轉冷嘅，亦都要做好御寒嘅準備。市民咧應該盡量避免長時間逗留喺寒冷同埋大風嘅天氣之下。如果大家認識一啲獨居嘅長者同埋長期嘅病患者咧，可以考慮打個電話俾佢哋，提醒佢哋咧注意保暖。